吴门世家的作品代表了中国晚期山水画的成熟形态，他们的作品形式多样，内容丰富，雅俗共赏。最关键的是，还明确了诗书画意合为一体的创作形式。他们的作品为我们理解文人绘画、文人山水画提供了样本。今天啊，要说一下，吴门中的两位画家。 唐寅和仇英，唐寅很有意思，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风流才子，一位落魄的才子。他有很多故事，有很多传奇。根据这些趣闻轶事传奇，我们往往就会认为他的作品是任意挥洒，不拘于形迹，不拘于小节。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，他的山水画其实非常的工整。 唐寅，他的山水画取法于李唐和刘松年比较多。对刘松年的这种比较精致的院体画风，他也有心领神会之处啊，也有比较高的造诣。唐寅是一位严谨的画家，他的画面无论是布局，还是用笔，还是设色，都非常的精微。这里面数十的画法。 山体的处理方式，还有渲染的方法，着色的方法，都很有来处。山路松生图是他的一件重要作品，在画面上有高远和深远两种视觉感受，山泉和山路对空间起了很好的暗示作用。山脚下的溪流向远方蜿蜒，把我们的目光带向了远方，这是一件构图。 非常完美的作品，画中的山体以细劲的中锋勾勒，山石棱角分明，显然是北中的风格，但是它手法平静，线条随着山体起伏没有太大的跳跃，和徐道宁啊在《渔父图》中所使用的那种直线皴很接近啊，但是它的线条要更长一些，唐寅的这种手法。 融合了长线条的琵琶春和斧劈春的优点，是唐寅的个人风格。他的草树墨色比较浓，山体的墨色反而比较淡，这就呈现了夏季深山中的特点，也强调了水墨画的趣味。这是唐寅经常使用的手法。他的画传世的作品是比较多，像落霞孤鹜图、杏花茅屋图、虚阁晚凉图。 春山伴侣图，等等，都很有名。唐寅擅长画大画，大画他更多的是借用李唐的手法来进行创作，比如一些斧劈春等等。但是呢，这些技法他也有自己的转化，比如说线春，他用自己的语言对李唐的风格做了新的阐释。一些大尺寸的山体，在唐寅的笔下，就显得非常的。 凝重、厚重，他的墨迹很深厚，同时呢，细秀的精致的笔法特征也可以呈现出来。这是他大画的一些特征。另外呢，唐寅像其他几位吴门的山水画家一样，也擅长画一些小尺寸的作品。这些小尺寸的作品和这个书画的交易和买卖是有关系的，还有这种精致的风格啊，也是和明代中后期，特别是明代后期的这种发达的书画交易有关联。这些小尺寸的，特别是扇面类的作品，唐寅的用笔非常的精美，非常的细秀。这里我们可以对唐寅做一个简要的总结。初看唐寅的画，无论是构图还是墨法，都很像折派画家的作品。但实际上他是吴门的画家。 唐寅更多的是吸取了李唐、刘松年啊，包括马远和下跪的长处，但是他是把北中的风格变得更加的雅致。比方说长线条的线春这个手法就是一个例子，他能够把琵琶春的那种舒缓的线条的感觉和小斧劈春的这个感觉，把它能够巧妙的融合在一起。所以他是能够做到有效的调控折派的技法和气息，让画面变得更加优雅。 更加温润，但同时又不失去力量感和动态的美，这是唐寅的画特别吸引人的地方。
明世家中还有一位人物叫仇英，那仇英呢是一位多面手，人物画呀山水画呀都非常出色，他是一位画工，经常去一些有钱人家里画画，画了很多受所谓的赞助人委托的这个作品。他早年曾经是做过漆工，还画过瓷器上的画，后来这个文征明啊这些文人画家很赏识他的作品，然后对他进行了一些指点和培养。那么仇英后来结交了这些名人名士，就有机会去临摹一些宋代的杰作，后来呢他就特别擅长临摹宋代的作品啊，然后用这种风格来进行创作啊。仇英的山水画呢是以青绿着色为主，比如说他的上林图啊桃源仙境图啊风格比较工整比较漂亮雅致。张丑在清河书画坊里面曾经评价过仇英，他山石师王维，林木是李成，人物是吴元玉，色色是赵伯驹，置住家之长而混合之，种种真妙。很多文人有钱人都喜欢仇英的画，他的画取法于宋画，色色比较明丽但是又不俗，是一种雅俗共赏的风格。前面说过啊，就是仇英和文征明这些文人有很好的关系啊，有一些密切的交往，所以他个人的艺术品位也很高啊，他是一位绘画能力很强的有一定品位的职业画家。这两节课包括上面一次我们提到了四位画家，这四位画家是我们美术史中经常说的无门世家，他们是明代中后期山水画的重要代表人物。在绘画品评上，无门画家还有一个理论，那就是文征明所说的画家要有一种文人的气息，文人的气象，不要有画工的那种匠气。当然这又是和钱选和赵孟頫的理论有关系。文征明的这个理论影响是很深啊，像仇英这样一位画工就是接受了文征明的看法，而且是自觉地按照这个要求去做，所以仇英虽然是一个画工，但他的画也充满了一种清雅的文人气。除了绘画之外，其他领域其实也有这个现象，像明代的园林它的设计和制作，家具的制作，茶器啊等器皿的制作，其实都有文人的要求和趣味和指导隐藏在后面。当时很多其他行业的工匠也创造出了大量吻合文人审美趣味的物品，这是在明代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。文人和匠人有时候会相互合作，这就是我们在明代艺术史中，在明代的文化史中看到的一个现象，特别是吴门地区的一个特殊的现象。好，吴门世家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